这么简单的一块布居然能够变身健身道具，布的内层非常的细滑，把它铺在地上，双手放在布上画好的位置，将身体的重心往前，顺着滑动的布让肢体向前伸展，然后再往后。只这样做就能够锻炼腹肌。有点酸痛就代表有运动的效果，也可以像这样躺下来做，就能够锻炼到臀部跟大腿的肌肉，不用花大钱也能够轻松瘦身。日本还有这一种家式拖鞋，脚后跟离地，而且做得很高，穿上之后为了保持平衡就能够顺便锻炼下半身，扫地的时候穿，洗碗的时候也能够穿。它的原理就跟垫脚尖跳草裙舞一样，让家庭主妇可以保持轻盈的下半身。你有看过这么短的跳绳吗？这种新式的跳绳跟手机联动，可以计算次数跟消耗的卡路里，而且因为没有绳子，所以不用担心绊倒，随时随地都能够轻松运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